本期视频教你一个不需要任何手法就能完成的魔术，三张红色，三张黑色。OK，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把红色、黑色、红色、黑色依次的交叉的放在一起。只要我们轻轻的摇晃一下，嘘，它们会自动的分离。非常 nice。没错，又到了阿龙的教学环节。准备三张红色，三张黑色，它的点数呢也稍微的大一点。接下来当我们去收牌的时候呢，我们的拇指呢要放在第四张的位置，我们的右手中指放在第三张的位置，让它们做一个交换。慢动作就是这样。OK， 那么接下来就可以按照一张一张的交叉的状态去完成这个魔术就可以了。是不是非常的 nice？ 学会以后记得点赞收藏，我们下期再见。